哎呀，来看些高端的东西啊！其实我这厨房不是选择了 Como 的洗碗机、Como 的灶台，还有 Como 的排烟罩吗？那接下来毫无悬念呢、又整了个 Como 的热水器。这东西大家肯定觉得热水器整什么高端呢？谁家的不都是用来制热水吗？那来啊，看一下 Como 有什么技术啊！你们平时开热水是不是都这样的？然后慢慢等热水出来，对吧？那 Como 的零冷水技术，打开就是热水啊，方便吧？而且他们还有个降噪消音技术，基本上解决了零冷水啊反复点火和加热噪音的问题。反正就是啥都不管啊，打开就是热水啊！我选这个型号呢，还带了 UV 除菌功能，就是如果你们家没有花大几万去做那种全屋净水方案，然后管道呢蓄水时肯定是有细菌的，那么它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了。最后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啊，就是如果你准备装修，选 Como 最好是选全套啊，就他们自己家也有这种 AI 全景探索，自己去设计。因为如果你选了全套啊，这简直就是有一个大管家一样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的做饭阿姨不小心把煤气阀给关了，热水器无法制热的时候呢，手机立刻来了提醒，然后我手机提醒忘记点的情况下呢，5分钟后 Como 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，直接有全天候的管家来服务你。这厨房这些电器啊，都是用好多年的，选的时候呢，选个省心的肯定没错。